今天要介绍的是小川椅。小川椅有大川大人坐的是大川椅，小孩坐的是小川椅，它很舒服，坐起来很舒服哦。这一种它的颜色就是有蓝色，有蓝色跟粉红色。收起来，我教你怎么收。然后打开，这样就好了。很简单吧？很简单吧？小孩也可以自己说，这样大人就不会很辛苦了。然后它是很有质感，它是仿金属木纹，很漂亮的。整个这样子，然后这里也有防磨的脚垫。好，爸爸，谢谢大家。